洛杉矶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10月6日周五在洛杉矶环球影城希尔顿饭店举行庆祝中华民国112年国庆酒会，场内外的装饰精心设计也处处吸引现场嘉宾的目光，他们不时上前合影一同庆祝国庆。如台美商会赠送的冰雕也成为活动中一个引人注目的特色，让民众看后纷纷惊叹不已。 So I am determined to do everything I can to deliver on our promises, be there for our friends, such as Taiwan, because that's what we do as friends. When our friends need us, we need to be there for them. 现场近千名的来宾也十分享受现场氛围。那在今年的一月底的时候，第一个洛杉矶担任处长，那我之前是在迈阿密担任处长。那当然，两边的侨界都是非常的热情。那尤其是洛杉矶这边的侨界，人数也非常的多，然后有各种各样的国际团体，那这边看到了有人事，也有中华社会，然后还有一些台湾侨领一起来庆祝我们的中华民国生日。那我个人感受到我们这个满满的正能量，因此我感觉到。晚会在所有来宾共同参与切蛋糕的时刻达到高潮，让现场的来宾们十分开心。